不管是你从哪里来的，都能融入在一起，我们觉得就好像是兄弟姐妹一样。这个房子盖了有十年了，大家都互相了解，一家人一样生活，这个院子里很开心。我也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够，自己凑点钱，哎，我们这个素不相识嘛，也人家我真正很感动。你好，这，嘿嘿，哎呦，哎，人家怎么样？我，你好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在中央特殊的关心支持下，一定能够把祖国的西南边疆守护好，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路上不掉队。